大学 T 通常给人宽松的印象，然而这件合身版型的产品不只适合户外休闲时穿着，甚至在部分工作场合也能成为作业衣穿用。撞色设计的连帽及袋鼠袖能为整体造型增添些许年轻可爱的气息，最特别的是胸前的三条鱼刺袖，立体质感及幽默感让衣物展现与众不同的特色，因此令许多人爱不释手。它无论搭配紧身牛仔裤或卡其裤都质感满分，外搭牛仔外套并露出连帽的穿法也很帅气，可说是衣柜里必备的质感单品之一。唯独连帽拉绳宽度偏细，洗涤食物必放入洗衣袋，以确保抽绳不因清洗拉扯而松弛打结。若是喜欢具动态感的运动风格的话，推荐这款由 Kangaroo 推出的大学 T 其两侧袖子的长条黑色拼接设计，抢眼之余还具有收缩手臂线条的效果，大大的品牌字样为整体增加了酷辣不平凡的气氛，非常适合年轻女性穿着。而胸前的袋鼠图案刺绣也降低整体的运动感，时髦度十足，与平日穿着也不突兀。偏薄材质加上特别的奶茶色，可从初秋穿到早春，且版型偏合身短版，因此无论是运动穿着、出门逛街，甚至是居家休闲，都是非常方便又兼顾舒适感的好选择。遮盖身体线条的宽松版型，搭配漂亮的方块图案花色，整体非常具有年轻感。同时设有两侧口袋，除了方便收纳外，也能放入双手防寒。其连帽抽绳采用黑色宽织带，抢眼之余也能集中视线，让上半身更显纤瘦，且利用长板设计盖住一般人较在意的腰臀等线条，下摆螺纹也有收缩下半身的效果，只要搭配窄管裤或紧身内搭裤等，就能让身材看起来更高挑迷人。如果是喜欢日系宽松穿搭的人士，也推荐搭配长纱裙来营造温柔甜美的印象。但由于衣物设计格外宽松，要特别留意色系的上下均衡，以免给人过于慵懒的形象。充满可爱运动风格的羊羔绒长袖大学 T， 是以纽约洋基队的图腾为设计重点，在纯白色的质地之中添加了立体的染色羊羔绒蓬松字体，展现出可爱俏皮及运动感兼具的趣味。再加上遮掩手臂线条的宽连袖设计，以及可盖住臀部的长板版型，穿起来可说是娇俏迷人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白色羊羔绒衣物需要特别费心照顾，清洗时也需注意不要染色或久放未穿而造成泛黄，对于生活较忙碌的人士来说，或许选择较易保养的材质会比较方便。由 Nike 出品的这款橘色系大学 T， 特殊的色调在秋冬季节里显得更加鲜艳活泼，且本品拥有飞鼠袖的纤臂效果，配合袖子上的特殊滚布边及同布料的拼接剪裁，更显得设计感十足。圆领下方两侧及背后都有大大的品牌 logo 胶印，为衣物增添休闲气息的巧思也格外令人欣赏。袖口以及下摆采用加宽厚实螺纹，视觉上不易松垮，更显其质感十足，且采用稍带光泽感的厚实布料，一穿上就能成为整体造型的亮点。但考量到台湾早晚气温变化较大，刷毛衣物容易有不易调节温度的困扰，怕热的消费者购买前必须稍加留意。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？给我们留言吧。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，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